这最高人气的票数呢，绝对没有买票回来的。平时呢，我也有当主持，所以呢，我有很多的主持经验，所以我相信这是我的优势。虽然我，如果说我的语音，和我的声音不好听的话呢，可能我的声音是属于比较有一点小孩子啦，但是，也不算是不好听啊，可能也是有人会喜欢的。